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ky。这部影片是我和高中同学们环岛七天的纪录片。在这段旅程里呢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事情，开心的同时也相当懊恼哦。但是当我看着风景，面对那些曲折的路和遥远的目的地时，那种一点一滴向前的感觉，总让我觉得自己既渺小又伟大。总之，我还是没有实感，这段旅程已经结束了，因为这一切都太……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坤兄。今仔日是咱端午连假的第一天，咱以下的画面是吼，咱下面的。嗨嗨，大家好，那么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。那以下的画面呢，是我们从基隆前往富贵角和新竹市的路况。那你会发现啊，镜头里的车子怎么会越来越多？除了塞呢，还是塞。好远哦，到底有多长？现在背多重？对不对？累。可是今天没太阳。那背这么重还是很死的。好吃。这里是哪里？这是保险箱，这是晒黑的珊珊。哎、欸，好，你用。看免治马桶、欸，哎，那这里怎么门会自己动？好啦，就这样，没什么。起跑！红红披个纱哩。Oh my god, 太厉害了，小天才，我这个要留在这里的。It'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,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 rewind.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, but now I'm seeing all the signs.Yes, this will happen. 出发喽！是不是刚出发？这不到几分钟就上树了。是三轮车组合。我怕他会倾斜一边呢、欸。我也觉得他有点。没中啊！又转弯的不要吵放心啊，相信我，我很安全。我相信你的哈哈哈哈好恐怖哦，好特别的一天哦。嗨，我不想跟你玩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职业，他只是负责租车。哎，你今天要这么快耶，你今天要这么快这是第二次了，重量都在右边，不是都在左边哎、欸。我刚刚撞到头了，是不是我的问题？这不是你的问题。我一直感觉你一直在往你那边偏哎、欸。是你感觉是真的。我们互抢就回头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们小心点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们这是一个证明啊，我们撞到草了。没有，是他骑到一半想吃草。Alrighty then.有人要开吗？坤哥，你知道凶手是谁吗 ？It's me， 师兄。
智障，一直以为是楼上的，结果没想到一进来右手边就是。台南出发，然后已经一圈这边刚好最后。太好了，走就好了。是逆时针。啊，所以你们也是台南？我们台中人。台中人。今天第一天。只是台中直接跑台南，那跟我们一样。台中跑台南。既然你们刚好是台南人，又这么有缘，看这里是空白的。请问环岛七天的感想是什么？就这样，没有感性一点的发言吗？很感谢各位在旅途中陪伴我的路人，还有对我比赞的各位路人。我感谢有你们的陪伴，我才能继续走完这七天的旅程。希望我能下一次我能环游世界，再次环岛。为什么？就习惯了。就是因为习惯。习惯了，对，就是因为习惯。请问这趟旅程中，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？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苏花公路，因为那边的隧道进去的时候会滴水，然后我的安全帽上面全部都是水，然后它又会湿湿热热的，然后你出去之后山上又很冷，然后就整个在头上。在哪里相遇，会在哪一条路分开，这些事情在抵达终点前呢，永远是个问号。长大的过程中会遇到好多好多的事情，有甜的，有苦的，有酸的，等等等。骑着骑着啊，我们才明白，那些愿意陪在我们身边一直往前的伙伴们，是最窝心最可爱也是最重要的人。谢谢我的朋友们，谢谢路上的陌生人，也谢谢荧幕前面的你，陪我走完这趟环岛之旅，在我的人生书中填满了缤纷的色彩。喜欢环岛的这部影片呢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到我们。
下一步招牌什么，就先这样子，那再见大家。